刚刚五羊的胡辣还好吧？超厉害，真的假的？真的。相对的，我们现在来做的叫做101颗的干贝面，挺厉害的。101颗，后队。对，后队。哦，101流星，给点了。对，因为它旋风的温度都是一样的。下层来吧。对 ，OK， 好，我们就关门。现在是科技食品业，科技食品业，哇，厉害厉害，这样不用理他，等他出来。对，再来我们就干嘛？就准备要洗面下面了，主要是要把它上面的那个生面的那个洗掉嘛。对对对对对对对，直接丢下去了哈。对，直接丢下去，丢下去了。好，按一下就可以了，挺好的。这时候我们就是拿着筷子把它的，哇塞，哎，你这全是科技耶。好，是是是，哇塞，来好没有？好，哇。青花椒是哪这个？对，青花椒一样是一平匙，平匙，正确。把布，布哥平常在家里可能常常下厨。对，这个清水，挺好的。打均匀。对，铺好。哎，铺好铺满，铺好铺满。这我刚刚都有看到了。哦，就长一些，这样，这样，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好。然后我们干贝要怎样制造了？哎，有人叫我，有人叫我。是 ，Quick。Quick 来，3到5秒，哎，3到5秒钟，哎，好快哦！其实你看蒸汽，对，蒸汽马上就好，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来，咱笑脸的，我你看，101颗的干贝，而且你知道干贝哦，有一个香味，它有一个很独特的，就是海味里面的奶香味，是，这是我最喜欢的干贝。哦，真的，我们干贝的水我们不要沥掉，因为我们之后我们的汤品，对，我们的面。我们都可以把它加进去里面。哇，汤直接滴到下面去。再卤了一样，我刚说要炙烧是不是？对。三下，挺好的。来，大家均匀，哇，大家都可以吃得到酱。我们大概停了2到3秒钟。对，差不多的话，这个哦，这差不多也在。可以，差不多。好，放开。Magic， 挺好的。上，上。那我们这个在摆的时候，我们尽量可以把它放在盘子，但是我们会刻意让大约十几颗会掉在盘子的前方，就很像它多到满出来的概念。其实，在做这个面的时候，像现在豆哥在做，其实它很像在做一个作品，满溢出来的感觉。对，溢出来，很像漫出来了，一点点，像个蛋糕一样。哦，也可以哇。对，飞鱼肉你还特别去找的。对，你给它一平匙就可以了，很 perfect， 标准。然后挺好的，这些呢，再把它往回塞。哦，我们今天这道菜就准备大功造成了，完成。对 ，Let's go 上菜。哇塞，满满的，除了这个食物食材是精华，我们也偷学到了那 Bruce 的精华，好多的，哎，真的蛮厉害的，技巧了，对，还不错。先给 Bruce， 先从你这道开始。好。可以啊。真的，挺好的。哎，我试一下，我也来。一个外国人的手上做出我们台湾传统的家乡味，也算是一种挑战。而且这个鸡酒汤，你看他喝的时候是蛮甜，你看我们刚刚加了那么多酒，对，他现在喝其实是甜的。我自己吃我觉得好吃，可是我觉得不满意是我真的自己做这个鸡的蛋，我刚刚咬起来，跟你比起来那个比较软，对，比较顺口，比较硬，比较有嚼劲，对，一点点。我们先换豆哥的。我自己觉得啦，就我刚刚怎么样做下，我觉得它是一个不会失败的料理。对，因为人家一定都可以做得到，绝对可以。哦，这个面啊，光看就好吃。101颗，但它其实有107颗哦。为什么你多加了6颗？因为水瓶座体贴的心，让你有掉到地上的机会。哎呀，厉害，对不对？缘分，缘分。来来来，多来了6颗，吃不起。好，是的。有，整个都有到位。炙烧过的那个风味。然后因为有加鱼软，对，味道挺好的。跟我刚刚吃的一模一样的味道，好吃。这个当然，因为用的都是他的材料。你这个鱼软跟这个干杯真的好搭哎，好搭的一颗一颗粒粒在上面。可以。
就是这 delicioso delicioso， 你好，好吃好吃好吃，因为我们这次呢其实也算是一个翻场，不需要打分数的，是我们呢，我的是绿色的球，它是黄色的球，我知道，公平公正公开啊，公平公正公开，你不用怕他就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反正做的不好也是我们的事情。不会，我好多，哇，我这个刀手满满的一把球，不是，哎呦，哇塞，你好像比我多，但是我。甜头的感觉，这么好，没有猫腻吧？猫腻还说得有什么 surprise 惊喜过生日啊？没有没有，哇，巴斯克，cheesecake 哎，对，巴斯克乳酪蛋糕，哎，红野猫，红野猫，不错喽，不错，好吃，我很香，而且起司也很浓，对对，全世界呢最好吃的巴斯克蛋糕是我老婆在哪里？我老婆，但这个仅次于我老婆。那什么时候你不在家，你老婆在的时候，我去吃蛋糕。我觉得你董哥不可能只是吃蛋糕了，小助手啊，啊，努力学习啊，因为我就很想学习做一两道甜点。好，我们今天言归正传，来到这里，然后又摆了这个箱子，还有这个，我们现在有时候又要抽，怎么样？要抽啊？当然啊，心灵之神最后都会降临在大家的身上，所以我们在四位当中，我们会抽出两位，除了会有丰富的礼品之外，还有文青派豪华住宿。宇宙无敌文青豪华住宿。好，是是是。那我们这个请协理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有多豪华，好不好？欢迎协理啊！谢谢。我们的 Midtown 咖啡的那个跟 Midtown Hotel 的协理，帅，你好。刚我们这样一走进来，其实真的蛮文青的。你们是用什么样的元素跟概念，把它变成一个文青的？我们是比较希望就是说，从乐子的角度去看，所以我们大陆搭配了很多书墙，对，像大门一进来就真的吧，很多都是双簧的吧。其实 knowledge is power， 知识是源，它是靠阅读而得来的。对，三日不读书，面目者生嘛，对不对？对对对，我就是一看就是每天要看三个是才睡得着。哦，是哦，对对对。我们这里位于是台中的哪里？中区最热闹的地方。对，那我们这边有柳川、绿川，甚至我们火车站这边它有一个绿风廊道，就是我们近几年台中市政府招揽更多的观光客来来台中。哦，太好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才有办法住到像今天这样的一个豪华文青的温馨旅店？非常简单，对，其实我们饭店诉求的就是一些年轻人都消费得起的。是，那我们来，不好意思了，有啊，那我就直接往里倒了。好，有几个？有几个？你要不要算了？数吗？还要数吗？讲出来嘛！一二三四五，九十三。哇！为什么那么贵啊？你坐不坐稳的哈？好坐稳。我数给你看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五。十二，十三，十四，哎呦，十五，十六，哎呀，十六颗哎，十六颗，哎，你最高的，一二三，有，还有啊，十一，十二，哎，十三，没有啦，十三，停手，停手哎，看看痒痒，这次好像有的啦，五羊啊。十二、十三、十四，这个吗？十四。麻烦那个协理帮我们抽出两位幸运的，两个，只有两个。快看，你可以多嚼一下。你摸出一个蓝色，红的，绝对红的，黄的嘛，是的，我感觉是黄的，绿的。终于来了，中奖的好运，又红了。享受个绿色，
个，红配绿，最红配绿，红配绿，蓝真美丽。因为我太文青了，我也太文青了。那怎么办？怎么办呢？那你们三个由我来抽。哦，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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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反正是，因为我是把我的机会让出去的嘛。现在只剩下啊，我红色的嘛，蓝色的嘛，黄色的，黄色的，对。来喽 ，Bobb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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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是好的。耶！感谢，终于奶油桂花水啊！桂花水，这两个水卡我不会。还有，玩奖玩奖问奖分来着，还有礼品，有礼品的。现在气小吹王正奏歌了，什么礼品？啊，我跟你讲，这个实在是。什么东西啊？好东西，好吃吗？哦，这个很棒，也是可以成为我们台中最佳伴手礼的。来，这我们的也就有一个了哈。我们做嘞，真的还不错耶。我干，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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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这是什么？还有这个哎，美食兑换券啊，任选口味夹心面包哎，你看啊，哎呦，没那么多哎，我们这我们吃不完了耶。我们去那个月台那个，对，这好吃哦。那你吃不完可以给我们。对呀，但是董哥，我真的很开心，您真的是义气人士，说到做到。上次说会再来就再来，真的哎，对不对？你实在没做到。疫情期间呐，给一张坦克闪了啊！对，这话。但是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节目。是，虽然我以前跟这个胡蛙有主持，也是那种外景节目，但那个都只有点到而已。但是《金融助学家》不一样，会移动很多地方，所以你会在这个地方做很深层的一个食衣住行，还有他们人文，还有他们的热情，还有他们的态度。我觉得这太棒了，因为你可以完全了解这个城市里面的人。他们的点点滴滴啊，深刻都在心啊。对，因为其实呢，在不移动的情况下，我们做不赢你们。对，因为你们在不移动的情况下，可以有那么开心的氛围，然后跟大家民众哇完成一整片，这样每个人都可以认识你们，然后跟你们一起玩，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事。董哥来哦，我们还是很开心的。谢谢我的前辈，我也觉得很温暖。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温度的一个节目啊。但是董哥其实也是我们三个小辈也是错一两步。对，跟着董哥的反应，然后董哥三个错一下胜过一个诸葛亮啊。但是也还是有诸葛亮。感激不尽，感激不尽，谢谢董哥，谢谢董哥。请问今天住谁家？今天呢，只有我住这边。哎，哇，还我啊？还有你？啊，对啊。我说，刚才还帮你们讲这么多好话。快加入！请问今晚住谁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赶快订阅！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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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